格罗之离。咁其实咧，呢本小说好睇嘅地方系咧，嗱，突然间佢出现翻啦。咁即系佢又嗱，我嗰日因为我即系对住个啷啷电视台咧，我望咗好耐，睇住佢讲晒所有嘢，又唔似系替身。因为点解咧？我开头仲谂紧一个替身嘅角色系点嘅，因为咧你自己扮啊嘛。唔系啊，因为咧喺佢出现喺世界田径会开幕之前嘅两日咧。佢係有一個11点钟嘅新聞嘅24小时，即係佢而家中啷啷電視台11点钟就會播啲新聞聯播。佢就突然間有兩個過鏡，一秒㗎咋，恐怖到佢一秒過鏡係做咩呢？突然間講嗰啲嘢就話，今日呢有兩個非洲國家嘅領事突然間報道啊，習近平嚟收咗佢封信，嚓過鏡完咗喎。咁嗱，如果嗰個係替身，一定認唔到。过得咁快，同埋嗰个非洲国家嗰两个领事鬼认得你习近平咩？好啦，就等到咦正式出镜冇嘢喎，正常喎，都系歪头喎，都系讲嘢咁嘅样嘅喎。佢热裤脚系咯，佢唔知道我冇望到个裤脚。咁你就觉得咦咁样应该唔系替身啦，系嘛？应该大权仲掌握啦，应该军权仲掌握啦。咁好啦，咁我又俾你諗啦。咁係咪其實應該冇事呢？嘩，真係好迷離喎。你講中國啲拳鬥係派系上面嘅拳鬥嗰啲，我哋香港人真係唔會識嘅。完全就算係熟國際事務嘅人都唔識嘅。喂，你個資訊都唔出到嚟，點分析啫？你又講啱，你又講得啱。好啦，你依家都有人話係江派喺度鬥緊，即係做一啲手腳，做一啲嘢。咁、但係都係傳說嚟嘅啫。係咯。但系个问题就系，我又讲单好啦，到第五 part 通常系讲啲实料噶啦嘛，系嘛？啊，对唔住，讲翻好实在嘅小说料噶啦嘛。嗰、那个小说好睇嘅，点解咧？嗰、那个小说你话说咧，上个礼拜一，咁我就捉咗民政事务处有啲同事开会啦，系嘛？因为有啲台风问题，我要去处理嘅。我好努力嘅，我时都话啦，我系比所有议员开会都系最多嘅人嚟嘅，系嘛？过去20年，边个议员讲我同政府部门开会多？举手，我同佢打过，系嘛？咁啊，开完会，咁我就因为有啲文件啊，咁我要交俾港岛区某一个左派组织做啲嘢咁样吓，咁啊，大家唔好谂咩组织啦，即系。所以我時啲講笑嘅，我話死咧，即係唔識我個人以為我係間諜嚟嘅喎，真係。你係啊？嚇咁大鑊？你係啊？我真係一個八卦佬啫喎，純粹好啦。咁我攞住啲文件去到一個左派組織裏面去交低嘅時候咧，咁啊裏邊即係有個老左啦嚇，即係30年嘅啦都。咁嚟到咗雲海，喂，有冇睇嗰段講天津大爆炸？我話我有，做咩？唉，講個秘密會議啊嘛。我话系咯，北大河啊嘛，好似讲到咩暗杀啊咁呢啲讲嘢，即系嗰人同我讲，唔系、啊，我唔系讲北大河、啊，我吓、啊，你唔系讲北大河，你唔系讲北大河咩？我哋讲紧仓库区、啊，我咩仓库区啊？天津爆炸现场危险波仓库区当日系有个会议、啊，我吓、啊。我未听过喎、啊，即系讲紧上个礼拜一嘅事啦、即系爆炸第五日嘅时候，咁我话吓未听过、啊，佢你未听过吓，咁佢就带我入间冇人嘅房，开咗个电脑，咁我电脑里边咧就有一篇嘢 send 咗出嚟，咁佢话诶呢篇嘢咧就是福气系美国嘅啊 send 过嚟嘅，咁篇嘢系简体字嘅。我即刻抡啦！费事我费事睇唔切，识咗点算啊？系咪先？我呢啲八卦佬最紧要睇晒，系咪先？讲唔讲一回事？咁咧睇完之后咧，原来佢哋当时有个城市传闻，呢、這个城市传闻就当然系，如果咁讲法就应该就系由美国嗰边有人借助美国嘅伺服器传俾香港嘅左派啦，系嘛？即系应该就系咁样做法啦，吓就唔系传俾民主派啦，唔系传俾敌退势力啦，系嘛？因为你传俾唔同嘅人有唔同嘅做法噶嘛，系嘛？咁你好肯定就系想左派嘅人自知嘅啫。好啦，咁里边嘅内容系讲咩咧？大致内容就系话，其实当晚咧
在天津危险区码头那个位置呢，其实呢中共呢就有个叫做高规格的秘密会议就进行中，当晚九点几爆炸。那些黑社会的约在那些船那些船路上谈东西。但你记住正式如果是国务院谈紧领导人会议那些 在北大河、啊、你为什么北大河会无端端会不谈，或者谈完夜晚大家睡觉疗养紧的时候啊，啲姐姐仔疗养的时候啊，飞起啲嚟姐姐仔突然间嚟咗天津那个仓库。仓库但是你坐船就其实都 OK 嘅，可能个零钟到㗎啦。咁去到做乜呢係咪好啦。咁嗰、那个嗰篇 message 嘅内容，即係某个程度上即係话咩呢，即係话佢强烈暗示呢，即係嗰个仓库系有个秘密会议。而当中就是有一个大型的爆炸，即是说一个不是意外的爆炸，是一个人为的爆炸，是要这样毁灭性地是要炸死 make sure 你死清那些高规格的人。好了，那之后有两个衍生出来的问题了。第一个衍生出来的问题就是死不死得边个炸死了呢，究竟现在过了十几天就清明朗了先。第一李克强在这里，习近平在这里，当喺度先啦吓，嗰、那个我相信唔系替身嘅。咁边个死咗？嗱、那个 point 就系、是、我哋即系我去摸索嗰条藤咧，就系、是、当时全呢个货仓系有啲前领导人嘅亲戚喺度管理噶嘛，系、嘛？但系从来冇承认过噶嘛，亦都冇否认过噶嘛。呢、這个亦都系喺大灾难上其实都系少有嘅情况嚟嘅。好啦，冇出现过、啊。而嗰一派嘅所有老臣子又冇出现过，唔系系呢班人死晒啊嘛？系咪先？嗱，如果系呢班人死晒嘅话咧，即系而家系灭咗前朝人啦。咁灭咗前朝人咧，即系当朝的人稳权啦，稳阵啦，稳阵啦，就呢个系第一个谂法啦，系嘛？咁但系。如果是这个想法的话呢，那为什么领导人要这十日呢，是不是不想被人报仇呢，被人覆灼。覆灼呢、啊、这个可能都是一个想法啦，是吧，喂我这样炸你，我牺牲一个天津炸死你这一派人。可能对于中国历史来讲是抵的，是吧，这派死了，但是我死个天津有什么所谓啫，是吧，那你觉得个机会率大不大呢，哇，真是小说，这本小说系列、啊、好了，因为现在不知道哪些人不在嘛。好了，如果这个小说的桥段是真的，好了，还有另一个想法的，就是说那会不会根本就是这一代的领导人在那里开会呢，原本是不是，好了，他在炸之前走掉了，或者根本他们一直都在北大河就放一个假消息，话我哋夜晚九点将会去到呢个仓库区做一个自己嘅高规格开会，绕过一个北大河形式嘅开会。咁点解要放呢个风呢，如果我系领导人嘅，咁我咪测试下暗杀流言系咪真㗎囉。嗯。系咪，我一定测试到㗎。好啦。见白几元都系近呢个㗎。系咪呀，都系咁讲系咪。好啦，咁如果测试到嘅话，咁咪即系证明原来嗰几派人咪继续其实係想整死呢一代嘅领导人囉。咁於是乎炸完，咁咪唔好俾佢再嚟第二镬囉。咁呢、這个如果呢个系一个諗法嘅话呢，应该咁讲，过头先嗰三个諗法都好都死嘅。点解，即係话而家中共呢个权斗系乱到不堪嘅，应该。冇人知道究竟而家系点玩嘅，点样炸法嘅。喂，其实一路都乱緊㗎喎。但咁炸法真系未试过喎。即如果呢个系一个暗杀，我谂文革都未试过用七八吨山埃炸死领导人喎。即系你讲嗰啲咩国情教育也好，国民教育也好，香港人过三代都唔会明白。啱、即系佢嗰啲脉络咧，其实依家我哋都系好粗疏。冇错。讲乜系乜系啊，太子党啊。但系其实嗰啲系唔完整嘅，系啊，系一个笼统性嘅做法嚟嘅啫。我觉得佢里面就分得之至仲劲。或者是瓜楞藤藤楞瓜的东西仲劲。咁但是如果是这样，喂，咁长戏冇得收科啦。因为个问题第一，无论是炸死咗定唔炸死咗嗰边，咁一定反扑啦。
咁点收到科啊？而家中国，如果呢个小说继续运行落去嘅话，吓咁啊，耐不耐突然间山东又话个厂炸咗啦，系嘛？唔知啲厂又炸咗啦。其实最惊系点？会唔会引致变成一场内战咯？最惊系，即系呢个可能性，我觉得系讲紧可能过去二十年都大家紧嘅嘢，但系大家唔会谂嘅，系即系中国系曾经发生过好多次内战噶嘛，冇错冇错。咁但系我哋已经好耐等低咗呢样嘢，咁但系我睇政治好简单，当你累积嘅财富权力咧去到好尽或者好大嘅权力好大嘅财富嘅时候咧，咁你嗰个争夺咧就会必然烈嘅，烈嘅时候咧即系好剧烈啊，咁好剧烈嘅时候就会引发所有嘅暴力会出现啦。咁呢个其中一样暴力嘅方法，即系天津可能系前戏嚟嘅，即系我再谂得恐怖啲啊，那个小说即系铺排嚟嘅。唔系呢个可能尝试去大家争权，如果假设嗰个说法系咁，大家去争权或者去攞嗰个政权嘅时候，大家喺度暗斗，我称之为暗斗。咁你唔知佢喂，即系好似睇我哋香港人净系识睇黑帮斗争嘅，等落去都系差唔多。喂，你杀我大佬，咁我就全面开拖啦。全面开拖系代表咩咧？除咗喺尖沙咀、铜锣湾大劈之外，就系喺成个中国大陆度大劈，或者攞场啊要。系啦，咁就可能即系，譬如解放军唔出现，都系一啲 indicator 嚟嘅，即系个兵权喺边个度。喂，咁唔系啦，呢个小说好睇嘅地方就系，如果万一出现呢个中国内战，香港有冇自处能力咧？哇！呢下劲喎，即系我哋冇理由埋任何一班噶，你明唔明啊？即系嗱，冇啦，唔系你求神拜佛咧，即系好衰格地去讲咧。系，喂，你喺上面慢慢打，你唔好理我哋。但系唔系啊，但系我哋就算唔理我哋啊，我哋嗰个立场都要好清晰喎。冇噶啦，冇咩立场噶啦，打仗系保命噶啫。咁咪即刻宣布中立地区咯。你有得宣布中立地區，你先獨立。嗰時你應該話即時宣布香港消毒係嘛？宣布香港獨立，宣布香港獨立就唔得噶啦，個後著會打噶嘛。佢打緊啊嘛。唔係，我有條橋嘅。即刻邀請聯合國託管，我們永遠是中，我們永遠是孤兒。因為我啱啱香港人身份。唔係，我們永遠宗主國都是屬於我們大中華，是世界的，是世界的。即刻 call 毛主席嗰句，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哇！联合国来吧，我们受你托管，咁咪得啦，系嘛？咪真系有机会。即系如果假设如果呢个想法系成立嘅话，而嗰个权斗系去到一个咁大规模，牺牲咁多人命，大家唔已经半分唔 care 嘅，咁系会有机会咯。即系不过大家依家现代战争就系大家尽量唔喐手，因为喐手咧其实就系七伤拳嚟嘅。唔系、哦，如果真系内战嘅话，我哋可能要避去第二度。香港都边啊 ？Wolf 澳门啊？澳门就玩完啦。唔系咯，避去边啊？菲律宾啊？诶、我避嘅、啊，真系冇得避。外蒙古系一个好好嘅选择。你唔好话俾佢听，突然间外蒙宣布合并翻去我哋中国度啊！你点样走上去都系问题。飞咯，个上空真系俾人打落嚟。我哋可以绕过北京上空飞。唔系，总言之，香港人就好叻噶啦。大家唔系，我教大家，如果万一真系想飞去外蒙避嘅话咧，首先飞去汉城，即系仁川系有转机去外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嘅。我 check 咗啦，当年我唔系为咗避难，而系我觉得呢条途径几好。咁嗱，飞去汉城之后转去乌兰巴托，即系等时机翻转头。乌兰巴托而家内蒙古而家系一个经济、信仰、新闻全盘自由嘅地方嚟嘅。当年我上年去乌兰巴托，我都话啦，我上去都系其中一样嘢，就系想试下网络上嘅开放性。上唔上到 Facebook 同埋 po 到你啲相？上晒 Facebook、YouTube 上到，所有嘢冇 block。你 po 到相啦，最 po 到相 ，po 到 video， 所有新闻自由系 OK。食嘢 OK， 冬天比较冻啫。内战如果冬天就唔好上啦。哇，死到讲到真嘅一样，呢个小说好惊。咁如果去到咁就真系，即系你嗰个切入点系讲紧权斗啊嘛。权斗就系咩都做得出。权斗最恐怖嘅地方就系你 involve 咗入去，你得两样嘢，一系有命，一系冇命。即系位高势危系呢样嘢。咁所以一定系尽全力打嘅嘢。
所以9月3号呢，大家睇下究竟有几多旧嘅同新嘅领导人有去到现场。我係将会係有一定睇现场直播。因为你会见到。你去现场睇。我现场睇呀肯定唔得啦。我边有咁嘅资格啦。我知你呀陣間又话国务院。我冇可能有咁嘅资历啦大佬。Henry Chang 嘅身份。係咪我揸住 Henry Chang 嘅身份。我哋睇直播见到你呀。去天安门广场係咪去大埔嗰、那个。去现场大埔。咪呀即係我意思係话就大家抡下究竟如果传说中嗰几个版本里面我哋唔理咩版本係真定假。我哋只係想知死咗咩死咗边几件。咁如果嗰个所谓嘅大场合嗰、那个就最大規模啦啩。咁有啲人真係冇现身嘅话呢咁都系 smell 到一啲嘢嘅我觉得。咁呢个就等你下一次。我唔讲啦大家睇啦大家睇直播啦。係咪先喂我冇收到邀请卡喎。如果收到邀请卡。我哋 key 返你手。即係你唔好话即係收到邀请卡去定唔去好呢炸你啊。炸我意思咩炸晒所有人。即係我喺天安门广场我系被炸嗰个队长。咁驚唔系你系唔中富居嗰啲。我唔睇啦我边有资格去睇啊。嗱九月三号大家睇直播。睇 Long Long 中央。就 Long Long 啊。Long Long 电视台。佢未讲埋电视台。Long Long 电视台。英文台会比较好会比较坦白。好系咁。